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0月13号，我现在来到希云街排队入去阿毛那个生日应援集气区那里。这个应援活动呢是阿毛的好朋友帮他搞的，是祝愿阿毛再度展翅。这个活动呢是由10月11号至到10月19号的。而家是时间下午4点几，但是已经很多市民在这里排紧队了。门口墙身写上圣经的经文和阿毛的卡通肖像。应援活动是以羽毛为阿毛聚集正能量。阿毛呢就在10月12号生日的，我排队排了大约20分钟就可以入去了。一入到来就见到阿毛童年的生日 party 相啦，同埋佢生活相啦。仲有阿毛同屋企人的合照啦。阿毛洗嗰时好可爱啊。原来这只猫是苏晴的爱猫来的，也都是阿毛第一只悉心照顾的猫猫。这只猫就是阿毛的爱猫，个名叫做窝儿。阿毛的愿望呢就是希望同阿苏晴一起去韩国济州岛那里旅行。咁我哋祝愿阿毛呢个愿望好快成真啦。这块板呢很多留言集气给阿毛的，但因为碍于外面很多人排队，那我拍一部分给大家看啊。为了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，我回到来屋企之后呢，我将它校了慢镜。这里有很多很有心意的祝福，希望阿毛很快好翻。
毛加油啊，好多人支持你的，每日为你祈祷。这个是阿毛最喜欢的 NBA 球员 Stephen Curry。咁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